跳了。神探在查案。李俊，他最高做到欧记的总督察，他有很严重的幻听幻觉。就我？哎呀，你别说了。还会见到那些凶手，就是后面这三个人渣，是不是全都有你的份？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？他里面起码有三重人格，一个是正义的神探，我从来没错过；一个是屠夫，一个是魔警。每一宗都跟李俊写的有关，每次他都是第一时间到。与怪物战斗，小心自己成为怪物。时间了，大神若正啊，大恶若善，相信我，我是神探。